就能大幅度提升整个光耀天使团的实力。我作为光耀天使团的团长，如果能得到光元素精灵，凭什么？是光元素精灵没有选他。龚浩辰，你愿意吗？光元素精灵就该交给最适合他的人。都给我闭嘴！这些孔明灯，每一盏都代表着一名牺牲的战友，而我们也一定会一直走下去的，一定会有一条路可以终结这场战争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有魔神之力？全都要完了！西蒙快要完了！